重拳攻击打过来的时候，四两就可以拨啊，拨过来。那我用双手推他退位。不用蛮力，女子防身术教你击退歹徒的技巧。就是你用你的这个，对，你的腋下夹夹下来。教官亲自指导动作，现场来报名上课的，从中学生到阿嬷级都有。因为我们比较瘦弱，那是要来学习说要怎么保护自己。对，所以你带了女儿来，希望可以。我们两个都可以学，遇到坏人可以比较安全。哦，我觉得还蛮实用的，因为我们都常在外面，应该碰到的机会，碰到歹人的机会也有啊。把搓眼睛、手刀的动作融入舞蹈当中，这是防身术的升级版女子防身舞。怕那个妇女朋友记不起来，所以我们就用配。舞蹈还配音律，这样就在不经意当中可以熟悉一些动作。因为他们有归结比较经典的某几个动作，所以就确实如你讲的，的确是没有那么困难。防身技巧搭配舞蹈，让女子防身术不再只是手背口诀，扭动身体除了健身也防身。大爱新闻王昭忠高雄报道。